长满人都很紧张的啦。早上吃好料啊，先跑不够，今天又要交牌。要交牌的什么山？小山，小山。小山。走。咁呢啲嘢有嘛？喂，食一粒雞蛋可以上喎。哇！你又掉假货来，你又会行银波链系嘛？啊，你有啲乜鬼散散落嚟？唔系银波链行散银波链，爬爬散诶银波链咋？热身啊！差不多三点了啦。嗯。走。这个拉有没有做？我当时还没有做好的呀。
你都跑过几次了是吗？你都跑过几次了是吧？没有啦。第一次？第二次。啊，是吧？我觉得开心。好玩哈。正嘅，武功依山。所以以前都出来，出嚟啦。好啊，好，搅乱啦，搅乱啦，搅乱搅乱哈。哎呀，那个铁都要死啊。哇啊，又很好玩哦。Thank you.
哎，阿叔，今日系生意收咧，方便啲啊？我会很惊，我惊死啦！哎，这种啊，用我们专业做的。这个是老的，快四种。两个。一百，一百块钱。辛苦多，辛苦多。我们的新导游还没有教他们的吗？注意注意，哎，这个，哦，捞起来，哦，又去玩玩嗰啲好食嘅嘢。那菜脯还都没买啊，这是菜脯啊。太极啊，还有太极，还有蛮该出。